小恋的关系可以是，他喜欢他，他喜欢阿爸，这也叫上小恋吧？啊，明白。啊，这样才符合三角恋情，是不是？哇，你们标准好高哦，所以这样不能三角恋，那这样叫什么？在这个地方刚好有一个直角哦，所以这个不能叫三角，因为他没有喜欢他，这个叫做直角恋。老师，那他人经验到底谁有？所以呢，我跟你讲啊，然而有许多笑点都来自于他本人。其实很多人事情都真的是做爽的、啊。你随便想 ，Elon Musk 有没有什么事是做爽的？抽大麻，抽大麻可能真的有一点太爽。在那边耍一些小聪明，有点像政客在那边硬凹。政客耍，政客硬凹，政客耍，这太好笑了。对不起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薄的一个塑胶袋，可以看到慢慢飘起来了。好了，准备放电灯了，灯可以关掉哈，我们的有点 feel 哈。记得要许愿哦，每个人都要许愿哦，不许愿我给你当掉。五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薄的一个塑胶袋啊，非常薄的塑胶袋。来帮忙稍微整一下，可以看到慢慢飘起来了。对，好了，准备放天灯了。哎，灯可以关掉哈，我们的有点 feel 哈，因为我们要点火。记得要许愿哦。每个人都要许愿哦，你不许愿我跟你当掉。五。OK， 好，来给我，来，所以说你可以手控，让它大一点，它就上去了。我这个做天灯呢，我可以放到30尺，30公尺，不必计算，因为我只有30公尺长，多好啊！可以6天灯，你要怎么放就怎么放，你要下来，它就下来。你要上去，他就上去。我的瓦斯天灯，非常安全吧？你说吧。那我就关掉了。没关系，天灯要放，那我们就放了。